下午的3:58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牌子已经传出去了。记得呢，现在正在汉森歌厅红包场4楼西门町，听现在是认识也很久的张庭在唱歌啊，唱绝对是实力派的啊，歌声唱得蛮好听的啊，人也漂亮啊，又甜啊，蛮漂亮的，你看穿个黄色的礼服啊，也是蛮漂亮的啊，就是张庭小姐，红包场的歌厅张庭小姐，在4楼汉森歌厅啊，汉森歌厅啊。礼拜我们来红包场，那么6月1号我们就中奖了，嗯，这次有中奖啊。6月啊，还是5月啊？5月几号我也搞忘记了啊。来这边我们就中奖了，这边汉森歌厅还算不错啊。人气也蛮强的，这杯人气喝点啤酒，各位不要搞清楚，这瓶啤酒350，啊，外面卖60啊，这边要卖350，第二瓶卖200啊，还好，现在呢，记者这酒比较喝的比较少。